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啊，我要卡拉鸡腿汉堡。卡拉鸡腿包辣的。啊，不辣的。不辣的。不辣的。那个85，加那个什么用？加蔬菜，再加。洋葱呢？不洋葱呢？你现在你什么时候不是最喜欢的？他总会帮他保留东西，不要拉倒。还有放在空的，放开。他那个，那是总会绑啊，汉堡上面总会绑。你番茄酱 OK 吗？啊，都可以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开动了。非常好吃。这一家的卡拉鸡腿汉堡是真正的好吃。这里新光路一段的边，我非常推荐。50块哦，50元的。唐揚げの鶏ガラのハンバーガーでめっちゃおすすめです。こちらです。動物園駅から近いです。それでは。菅野がいる。好笑，我太跟他讲到不相信。